怎么会这么幸运呢？云林有一个民众用身上零钱25块钱，他买了实心宾果彩券，竟然10个号码全中了宾果，中了750万元，让他高兴得到整晚都睡不着。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请朱显明来告诉我们，显明。好，但看来怎么会有这么幸运的民众呢？用25块了就赢到了宾果实心全中的750万，可是目前呢，全台湾这个所谓的头奖呢，付出的金额25块最少的一个民众了。事实上，原本的这名男子呢，他是身上只剩25块零钱，想说碰碰运气好了去买这个实心的宾果，结果呢，朝这个兑奖号码一对，才发现了10个号码全部都中了，因此呢，也中了750万。当然了，头奖商店呢非常的开心，也有很多民众呢赶紧来分享喜气，就来听一下店家的说法。因为我试那个宾果。因为过年宾果有加码，所以大家试手气啊。因为我们本地客、外地客都很多，所以不太清楚是哪一位。事实上，中奖的吴先生呢是外地客，大年初一的时候呢，带着全家人呢到云林虎尾来玩，想说这个素食店旁边呢有一家彩券行，因此拿身上呢仅有的25块零钱呢买个实心宾果来碰碰运气。没有想到这么一中呢就中了750万，用25块就中了750万，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呢用最少金额得到最多奖金的一个民众了。当然，这位民众非常开心，就连晚上也睡不着觉，同时呢店家也非常的开心，很多民众都赶紧来了这个头彩商店的来试手气，希望能够分享好福气。主播，好，竟然25块钱零钱呢就中了750万元。